求你不要离开我。你们喜欢我？求求你。我好。莫怕，跟我走吧。宣太子太傅落子章入殿。星照明月，遥望城外兵器相见，浮生又一劫。今日特意吩咐了御厨，做了些扬州菜色，不知合不合太傅口味。谢殿下关爱。当日我不过是个落魄的皇子，只有太夫人是真心真意的待我。忠君爱国，敬爱殿下，乃是臣子的本分。这一路颇为不易，要感谢太夫人这么多年来的扶持和帮助。谢殿下。原来不需要用真诚去评定要显得任性。如果没有遇见他，现在遇见的是一个臭可惜。当年是我亲手设计的剧目，牵连他母亲的一场大火。他如果知道了，应该已经恨我是我入朝扣了。我没有儿子，所以只能从中找一位继承人。但是这个人必须对我忠诚，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赐予的。不管将来君王是谁，永远都是他以后。我母后是被皇后害死的，我不忠，想要复仇。而且不敢再说我。真正去评定要显得任性，古人发一衰败，风尘覆盖，不奢求重来。太子，儿臣在，只是交给你照顾，儿臣绝不会对父王的信。最后的城墙破开，登高望海，一片烟火海。王后，皇上送来的礼物。打开吧，果然是新婚手帕，我给他的一切都成了那把穿透我心扉的长剑。为什么害死我的母亲？你以为你赢了，可你在他眼里只是一个没用的工具。这些年来，他一次次的诱惑，可是有一次次的拒绝，他真是了解你啊。这寒食散能摄人心神，只要在香炉中放入此香，定能立之尽失。看来陛下病得不轻呢，也不再是一株石果实。收手吧，已经回不了头了。我自然真心对你，我相信你也不会忘了我们在一起经历那么多的事情。难道那些都是假的吗？这天下岂有平白无故的帮助？求你不要离开我。没有了，我更亲密感情，我是最后。